千玺来了，弟弟，你带的啥？零食他们的。你现在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之后，正式的打个招呼吧。点点，千玺来了。千玺知道你的身份了哟，你喜欢的千玺哥哥。对呀，你不是最黏他的吗？给你带了零食，给你喂个小鱼饼干吧。 知道你身份了，你不好意思吗？快，点点吃小鱼饼干了，抬起来。点点也不到千玺这儿来了，喂东西他都没过来，怎么办？家里换了一只猫吗？哎呀，我们亲戚们来找你们了，落难了。 千玺，这是我们亲戚，来了。哎呀，屋不错呀，这屋。老家的人都喜欢你。哎呀，千玺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弟弟，平时你泡脚吗？我泡。那这个很好。 太好了，谢谢。嗯，哎，你为什么是选的弟弟？因为我现在就跟弟弟同住的呀。你不知道对方家里还有我吗？有啊。<笑>所以我跟弟弟比输在哪儿呢？嗯，因为弟弟帅。<笑><笑>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我的心呐叭凉叭凉。弟弟为什么是选的涛涛？ 我觉得能好玩，能玩到一块儿。我好玩吗？<笑>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我太难过了，点点，我们离家出走吧。第一个交卷的同学，最后一个来玩。好好压轴啊，好好压轴啊，可不要让我们马上就猜出来呀，千玺。弟弟的，我估计有点难猜。 我曾经有11根脚趾头，这么狠吗？然后嘞，第二个呢？第二个是我曾经被交警带走过。这两个都一句。<笑><笑> 伤心之下，我这个都不算什么。想想我刚才还说天冷了，我就委屈。<笑>我觉得是交警带走是真的，因为交警带走有很多种可能。对，拍戏。真实生活中。真实生活中，我觉得有可能啊。但11根脚趾头，我觉得这个主要。 就连猫猫都过来了，天哪！啊，台，你在哇台，是不是他在浴室着什么呀？那就是第一个是真的，那就选11个脚趾头啊。嗯，我觉得是11根脚趾，因为毕竟弟弟名字都是4个字，<笑>都要比别人多一个字。 我觉得他恐怕是想，真的是真实的想分享一点私密，对。反正我觉得是交警，我觉得弟弟不会编我被交警带走这样有画面的故事，但11个脚趾头这个太飞了，而且他写非常快，肯定是就是很有脑洞的。来吧，弟弟揭晓。 交警是真的。你看，啊。<笑><笑>
先说交警的事。我八九岁的时候，我爸妈带我去了一个什么类似那种兴趣班的，然后有一次，这个班就去人民大会堂表演，但是在路上出了点意外，然后就差我一个就要上台了，然后我爸妈当时就说，让那个交警叔叔载着我进到那里面。啊，是个暖心的故事。然后就真的带我去了。就跟有的时候，你知道有的孩子，比如说堵车，高考快赶不上了，然后交警叔叔就会开道。对，听到这种故事都觉得特别暖。那时候你其实还很小，很小很小，画面也好萌啊。真的就载着一个小朋友。十一根脚趾也是编得出来了。你是咋想的这种呢？哇，太有点了，是不是啊？都怪台姐在旁边凑热闹，她主要一直在盯着她的脚在那里，而且她答完之后她就回来了。对，她是不是能听得懂？千玺，你怎么那么会编故事啊？真的是。我是大一进学校之后上课，老师给了我们这个环节，编一个假故事、真故事，然后让同学猜。哇！我当时就编的这个。当时就你怎么这样啊？一个故事两用，而且那有骗了人没有？当时也骗了人，当时没被骗到，当时大家就猜你这个故事是假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善良的。今天你是主人呀，弟弟。对啊，你作为主人说几句好不好？玩得开心，玩得开心，玩得开心。好的，收到，收到，我们。你这句特别像房东。弟弟是完全不会做饭吗？我会，也是这段假期自己学的。你学了一些什么？鱼啊，你会做鱼啊？我觉得鱼是最难的。那个鱼我做一个吧。我就是很普通那种清蒸，然后到那个什么蒸鱼豉油。蒸鱼是好吃的，这是对鱼最大的尊重，因为它那个味道会很鲜美。对啊对啊，就是很好吃。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我小时候我妈就这么做，就蒸一先去腥嘛，加那些什么葱蒜。你这些都会啊？我会，然后什么香菇鸡，香菇鸡很难做哎，排骨，羊蝎子什么？你还是羊蝎子？哎，明天中午我们一人做一道菜，好，好不好？好，对。听完之后，我收回我最近开始瞎说。我估计千玺将来长大了。他的个性可能跟我们五个又都不一样。不一样。千玺在那个企业里面，你知道他会是什么位置吗？叔叔那个位置。老总。千总。千总。千叔叔。在这儿呀。啊，千叔叔。千叔叔，有时间带企业到湖边去吹吹湖风呀，好不好呀？十分。我千玺弟弟呀！你千玺弟弟，快点啊！我千玺弟弟呀！哎呦！哎呦！千玺弟弟，快，哪几个动作？何老师也看一下。那我肯定，我肯定，我陪着你们。他是拍子是蓝总，你们是跳哪个？一开始先对着，咱俩对着。基本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咱不夸。咱们就是 one two three 恰恰 one， 我第一个动作你跟我一样的，就是伸左脚，然后你的手是这样。在广播里面跳拉丁就赢了。对 ，one two three 恰恰 one。对，然后下一个动作是 one two three 恰恰 one two three 的时候， three 恰恰 one， 哇哦，有街舞就是 one two three 恰恰 one， 就先是左脚，第二个动作 one two three 恰恰
然后 one， 这个时候你是推我，推你，手放在我前面，要推动还是不推动？不推动，放到哪里呢？就胸上啊，对，这样好吗？对对，恰恰 one， 都给我们放的。但是我们希望呢，你只有指心这样轻轻碰到，而肉掌不能碰到，对，这样轻轻的。这在发功哎，这不好看。哎，这种舞都是一些这种啊，牵手啊，是不是？就是。我教你后边，完，推完之后，掐掐，完，迈左脚，对，然后就我到时候我就抓你的手，然后。这边 two three， 掐掐，然后换左手 two three， 掐掐，对，然后这一次就转个身，挪到右腿主力腿，掐掐 one two， 先是。二掐掐，这完之后咱们绑一块。何老师，这样可以吗？可以。掐。我站成什么样？就是一、二。对，然后我们都展开，然后就可以谢幕了。女孩是蹲下。啊。对，就结束了。好，可以。哎呀，已经搞完了，已经第一遍已经弄完了，嘉哥。啊，是吗？老师已经大汗淋漓了。这么长时间，很难的。才搞第一遍、啊，我现在还没有 Q 感觉呢。恰恰 one two three， 英语首先得说清楚，真的就可以，下一二，谁让你换成中文的？我听得懂英文，你这样也太瞧不起我了吧，何老师啊！我们刚才还开始教的是 one two three， 恰恰 one， 然后我说 one two two three， 然后他就说我英文说不清楚，还得换成一二三恰恰 one， 太过分了，是太过分了，就算是老师优秀，也不能这样。欺负学生，这很过分呢，是在这儿跳吧？对。那面朝哪里呢？这边。面朝这边吗？对。你那边刚刚不会踢到我们吗？这样转腿的时候很容易把我们。哎，是这样的。然后第一个动作是不是。第一个动作先是出左脚 ，one two three， 恰恰 one， 左脚，对 ，one two three， 恰恰 one two three， 恰恰 one， yeah。他有神奇的魔法。是开心大喇叭，让我的世界千变万化。啊，是旋转的木马，有彩色的烟花，把所有烦恼一点一点融化。跟着我一起出发，你就是 superstar， 明天的美好生活要一起到达。快点把皮鞋擦擦，闪亮的不像话。好心情开满鲜花，快乐不假。你弄的牙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出发。哇，成功哎！谢谢各位跟唱的朋友，谢谢。眼泪有没有流出来？千玺唱到这首歌，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一下想到小学放学，然后真的，就每周六我跟我妈都会看。我们请弟弟来说一下今天他自己的心情，好不好？今天我就是看到了几位超级英雄那种。
此话真假？就是大家似乎看起来非常鲜明的各种不同的性格，但是放到一块呢，又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特别和谐，啊，放到一块力量无穷大。你这哥们，你态度特别好，就是真的跟他说实话。请弟弟找一句朋友的话：越想要求得答案，就会留下越多的遗憾。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快乐真活广播联欢会，为您带来的是娜娜和她的师傅易烊千玺带来的双人拉丁表演。是的，没错，您将在广播里面听舞蹈。我们这个也是在今天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来练习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弟弟指导弟弟教授的，然后娜娜学得非常快，但是说实话师傅是很厉害，那这个弟弟跳得就非常有范儿。我觉得就学到弟弟一点毛皮吧。毛皮是吗？今天晚上让你来。好，那各位来请听舞蹈。请听舞蹈。大家第一次在那个广播里面听舞蹈吧。好，现在他们两个已经就位了，好，来准备啊。等一下等一下，紧张紧张了。什么那个我是这个吧？左脚左脚走。在他们那个节目要上，娜姐就一直心里面紧张。对啊、嗯、好，可以了吗？可以了。可以了吗？做好准备了哈。来，弟弟做了 OK 的手势，开始。预备，女士们、先生们，他们现在准备好了，他们现在面对面站着，娜娜在笑，现在千玺在微笑，现在弟弟在数拍，开始了，起步了，双手起步了，好，起步，现在两个手伸开，起步很稳，现在腿往后滑，现在腿在往后摆，滑腿滑腿，现在娜娜的手碰到了千玺的胸，千玺的胸。手放在了千玺的胸，现在他们转圈，开手了，嘿！哇，还有现在他们两个在转圈，哎呦喂，现在开始蹦了！哇，现在千玺转了一圈，娜娜也转了一圈，他们互相又转了一圈，哇，还有现在他们两个在转圈，挤了！现在娜娜的手碰到了弟弟的胸，两边牵手了，两边牵手了，他们打开了，现在他们重新的转了一圈，现在又朝另一个方向转了一圈，现在他们哎打开了手，现在在对面的摆动，小脚动了一下，哇，他们的臀部在扭动，哇，他们的腿也在晃，哇，现在腿晃了一个半圈，拉手了，现在拉手了，哎，哇，哈哈哈哈，在最后一个动作转了一圈。现在两个人谢幕，他们跳完了，结束了，哎，精彩，非常完美，哇，吵死了，好，朋友们，大家还在吧？啊，是这样的啊，非常精彩啊，啊，听众朋友非常感人，他们虽然没有看到，但是全部在弹幕里面说跳得太棒了，真的好喜欢。因为第一次在广播里面跳舞，你知道吗？就是不敢自己不敢相信自己，生怕那个脚步声传不出去，就像是梦吗？我首先非常荣幸，然后跳完之后，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有这么一个好的学生能跟我学，而且闪电般的速度学下来，嗯，跳出来也是像闪电一样。弟弟今天也有点不舍的感觉哈。对，回到这么一个幸福温暖的夜晚，是有点难得不舍，而且明天最后一次，对，这么随意。哇，你刀工还可以哎，弟弟很厉害的。点亮树来了。去年你生日的时候，我送了你什么礼物？啊 ！No！ 啊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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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定的最高的一次，你知道吗？没问题的，别担心。这是啥馅儿的？这是猪肉的。盘子上放点干粉。啊、哦。哎呀，包饺子好像过年，居然这屋子人都会包饺子。神奇哦。神奇。会做饭的，不会做饭的，全会包饺子。全会包饺子，嘿。咱俩包的好像。嗯。咱俩包法一样。我们都是从中间先捏，对，是吧？你看弟弟跟我们包的不太一样。弟弟跳舞真是好有魅力，本来已经很喜欢弟弟了，看到跳舞就一看跳舞还是又今天的。今天是缺一身那个紧身的那个黑色低胸的那种，我跟弟弟应该换上，我换上那种高叉裙。明天吧，明天吧，还有一天。弟弟穿紧身那种，这里有钻石。但是如果在广播里面跳舞还穿成那个样子，是有点过分了。胸前面还有贴一个龙的那个贴画，嗯，你看又在自己排毛，马上，明天就来啊，不着急。要龙的贴画的紧身的，只要有龙的贴画，你就愿意穿是吗？弟弟，不穿。弟弟，基本上我这一季提的所有的要求都答应了的，唯一差一个变脸。下一季开场嘛？下一季。一开始在广播里面表演变脸，如果可以在广播里面跳双人拉丁，就一定可以在广播里面表演变脸。